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脱离单身生活啊、嗯，很简单，找个对象。哎呦，你说的简单，还找个对象？找谁？你找我呀？我找你像话吗？怎么了？我找你像话吗？这什么话？你没听明白啊？啊，你找我，我帮你找对象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帮我找对象？对呀、啊。好家伙，你看看你。你脏啊你啊你！不是你合着你一整场就学会人家那句话了是吗？什么叫人那句话？我告诉你，就你这模样，你能帮我找对象吗？怎么了？我经验有经验呢，我向您学习经验。那当然了，是吗？你看我告诉你啊，怎么？你现在你要想追求女孩的话，首先来说，你得把自身的优点展现出来啊。优点？对呀、啊。哎，暖男算吗？暖男好。哎呦，现在很多女孩都喜欢被宠爱的那种感觉。真的，我是暖男啊，姐，是吗？您不知道啊。啊，这好，这好。你打听打听。嗯，真是我不骗你啊。哦，就是凡是啊，跟我交流过的朋友，嗯啊，总感觉我这是，我跟你说，都有一股被烧烤的感觉。你们家卖烤串的吧？你真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说啊，就是说每一个跟我在一起的朋友啊、哦，哎，就我那些闺蜜们，我跟你讲，你等会儿、啊，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有闺蜜呢？你这是啊？对啊，就是可能因为太暖了，就本来是想处对象的，处着处着就变成闺蜜了。不是，合着你是逮谁暖谁啊？差不多。不是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嗯、你要暖一个叫暖男，是你这暖一堆，那你是个暖气片子。暖气片像话吗？听明白了吗？怎么了？女孩都喜欢被独宠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听不懂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嗨，这说白了吧？啊，追女孩。最简单的一个方法，什么话？你得会说话。会说话？哎，会说话吗？不会。你笨死我得了。怎么了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干脆这样吧，今天聊到这儿了 啊。对啊，那我就现身说法。现身说法、啊、在现场呢，亲自给你表演一下这个恋爱小技巧。我行啊。行啊。哎，那我向您学习学习。这样 啊，那咱们设一下情节。哎，好好。现在呢，这儿就好比是在咱们这个电视台的大厅里边啊。对对 对， 对， 对啊，人来人往的人也不少啊。是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小女孩啊，不小心撞了这个小男孩一下，哦，然后故事就这么开始了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，情节很简单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咱俩给表演出来啊。行，这样分分一下角色。还有角色呢？那当然了，那这样吧，啊，我呢就来扮演这个阳光帅气的小哥哥。你吃蛤蟆了？我的妈呀，阳光帅气的小哥哥，你太阳光了，嗯，你都快晒成一块炭了，知道吗？你管我呢你。哎呀，你也甭闲着啊。怎么着？你给我扮演这个美丽大方的小姐姐啊。我来那女性好不好？没问题。那咱现在就可以表演了。现在开始行吗？你化好妆啊。可以可以啊，扮演一下那个小姐姐。哎，好嘞好嘞。行吗？您大伙儿看看啊。嗯，好了吗？哎，来啊。哎，怎么样？你看我像不像小姐姐？我看你不像小姐姐。那我像偷鸡蛋的。我偷什么鸡蛋呀？哎呀，行行行行了，那凑合来吧，凑合来吧。差不多就这意思了。就你打这边来，我打这边来啊。啊啊。行，情节记住了吧？记住记住。现在开始。现在开始。来啊，现在表演啊。小姐姐，你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撞到你哪儿了？你撞到我的心里了。哎呀！别动啊！你的脸上有点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有点漂亮。我的天哪，你的眼睛真好看。是吗？不过再好看也没有我的好看。哼，因为我的眼里全是你。哇，它好甜哪。怎么样，被甜到了吧，我的小黄鸭？小黄鸭？嗯，谁是小黄鸭呀？你是我的小黄鸭呀。怎么呢？你的手不分谱啊。谁说我的手不分谱啊？还真分谱啊。讨厌。你占我便宜，我不理你，我走了。你走吧，不要让我再见到你啊，否则见你一次爱你一次。油嘴滑舌。讨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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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女的劲儿太大了，你看我手都破了。宝贝，疼吗？疼。不，再疼也没有我的心疼。哇，亲爱的啊，打今儿起你就跟我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上我们家的户口本里去。上那儿干嘛去啊？这样你就是我的人了。我的天哪，他嘴跟抹了蜜似的。哇，我好幸福啊。哎呀，老公老公抱抱，我要公主抱抱，飞起来的抱抱，我要抱抱。不是，咱适可而止。你主要是体会我刚才那个语言就行了。哦，你还抱抱呢，我抱动你吗？我不，您的意思说让我学习您这一套？对呀，就我刚才那一套话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就能搞上对象吗？这没问题。您给我个机会。干嘛呀？您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呀、也来一回，行不行？哦，你想再学习一下？我演你那角色啊。啊，那这样吧，角色互换。你呢，来这个小男孩。哦，我来这个小女孩。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咱俩就是体验一下。啊，行吧，你来这个。哎、啊，行，我这样行吧。啊，你呢就按我刚才那套词儿。啊，你那套词儿一模一样的来。哎，小姐姐，你撞到我了。对不起，我。撞到你哪儿了？你撞到我哪儿了？哦，你就撞我这儿了。这我撞你这儿咋了？你撞我这儿就不行。不行我就撞了。哇，你还真给我来劲你。哎呀，你这玩命来了你啊。我刚才是这样吗？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什么，你好好想想。我忘了，我想想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啊，那个被我甜到了吧，我的小野猪。小野猪啊？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？我走了。别走。你走是吗？你走，你一会儿你就掉沟里。你掉沟里！不是怎么了？你看，我手破了，手破了没关系，啊，这还差不多呢，这个，还知道给我手破了呀？你一定要注意，真的。你给我套个塑料袋干啥呀？爸，你失血过多，这不给你接着点吗？我接着做血豆腐去啊！你到医院再输回去不就完了吗？那还管什么用啊？你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啊？说好听的我也会啊！你说，打今儿开始你就跟我走吧。上哪儿去？上我们家那户口本里去。干嘛呀？这样的话我就是你爸爸了。这去你的吧！